当女朋友第一次来我家，来吧，进来吧。你说你怎么还带个吃的，这么见外啊？这好像是你的外卖吧？啊、哦，行，我看在门口，我就给你拿进来。行，那正好，等会一起吃吧。好。把门关了吧。好，你家还挺啊，挺小的是吧？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藏不了人吧家里？要不你直接上床吧？哦，我说那个家里就一个椅子，那要不我坐床上，你坐椅子也可以。其实，那我坐椅子吧。啊，行啊行。哎呀，你就直接坐。啊？不然呢？需要什么仪式吗？我一般都是脱了裤子才坐床的。那我先脱。啊、不用，我的意思是你穿着外裤不会脏吗？哦，我那个都是在家才穿的这个裤子啊，没事的。你怎么有三个枕头啊？就是比较喜欢收集枕头嘛。啊，对。啊、还有这种爱好？那我这算什么？我才三个呢，人家酒店一般都六个。然后，哎，跟你说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竹制的枕头，对颈椎特别好，哪天给你试一下，很舒服的。好啊。你平常在家都看这种书？啊、哦，这个是送的，我一般都是看那个后面那什么《孙子兵法》呀，《三十六计》什么的啊。该不会想着对我用吧？那怎么能？不会，我哪是这种人呢？你那床上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就凸起来一块。没有吧？你看错了。来的太快了，我就先吃饭吧，先吃饭吧，先吃饭。这是什么？螺蛳粉啊！哎，这家很好吃的。这玩意儿真的好吃吗？你没吃过？没有。那你得试一下了，这个很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的，不臭的。跟你说，你把这个酸笋啊，我给你把酸笋这个夹掉，最臭的是酸笋，你把酸笋夹掉一点都不臭，真的，你尝一下。那我尝一下。尝一下。你得大口一点，一口没味道的，好吃吗？还行。没事，你跟我多在一起个几个月就喜欢吃了的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会交换菌群啊，然后口味就会变得一样啊，对吧？怎么交换？就……啊，你好恶心啊！什么？有这种事？你不吃了？嗯。那我收吧。我收吧，你去洗个澡。啊？为什么？你刚吃完螺蛳粉这么臭，去洗个澡嘛，然后换个衣服。那也没必要洗个澡吧。哎呀，你去嘛，等会儿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啊，好呀、啊、好，那我去了啊。你在干什么？乱死了，我帮你收拾。哦，没事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